20年前，苦情树遭不明力量侵蚀。要先想想。你看见了什么？全晚。当年，是奥莱三少发现那种势力，你大半妖力画下那一步，隔出了圈内圈外。那是一群没有实体的蛇，足以毁了六人。世上情力分爱恨两种，你们的苦情树汲取情力，希望苦情树赐下羽化祝福。爱总会被恨摧毁，恨力将再度君临世间。我是人族，是你们恨之入骨的东方家后人。人与妖相互残杀，只是恨意。六翼注定走向灭亡。皇后她是爱我的，爱能救你吗？妖盟听令，人妖两族不分彼此，一同为六翼而战。为六翼而战，圈内被圈外所战。一启蒙不能再坐视不理。别出，此事需要以命相护。誓死不悔。你想护的人，最终一个都护不下。扇子，躲开啊！若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不会有一丝不舍？若有一日你消失了。